点压力感。你刚才不说还好吗？可能是这个汤泡起来就咸的很多吧。看起来多，实际上没几口，你看哪一口啊？这得我吃三口才能吃得下吧。来，开始加油。哦呦，这个实力也可以哇，鱼可以打破我们的记录吗？五分钟估计难了。估计难是吧？那就三箱。按照你刚才那个速度应该没问题，但是我胃小。看你这个嗦粉姿势可能会破记录哦。美女，现场两分钟，五分钟之内吃完多送一箱。美女怎么过来的？我朋友从这边开车到江苏接我呢。你朋友从柳州开车到江苏接你过来？嗯，他开了有两天两夜吧。哦哟，这个朋友值得交了。那是你老公吧？女的。嗯，我女朋友。快点吃，这朋友真好。这美女嗦粉姿势很到位啊，需要点时间嚼而已。美女几层饱了？大概有六七层饱了。六七层啊，感觉都快没有了吧。正好这吃完我就饱了。美女，你吃不完就投降哦。就这点还吃不完吗？就剩这点了。看你挺难受的样子哦。没有，稍微有一点辣，因为我平时吃的是微辣的。哦，那最后两口了，加把劲哦。八分八秒，挑战成功。可以啊，八分钟，比我预想中的要好一些。谢谢阿姨，不客气。阿姨，祝你生意兴隆。好，谢谢啊，欢迎你下次光临。